在大陆的同胞们，你们每一次的为国家洗地，你们每一次的愚昧无知，你们每一次的冷漠无情，造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社会，这样一个格局，这样一个独裁体制，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土壤。这甚是如你所愿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永远忠诚领袖，永远拥戴领袖，永远捍卫领袖，永远追随领袖。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出力笃行，以更昂扬的姿态和更扎实的行动，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。